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台北元哦。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，刚办完事情了，来这边买一下晚餐哦。所以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在的这条街是比较算是比较接地气的街，就台湾人大部分都会在这边买晚餐哦，就蛮多店的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条街就是台北信义区附近的一条吃饭，应该算吃饭街啊，就是卖很多吃饭。很多吃的这条街哦，所以这条街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哦，看一下哦，大家看一下有卖什么吃的，啊，这也是卖手摇店嘛，什么鲜制的，看一下价目，哦，这家我没看过，应该是新开的。价位大概就这样，看一下，大概都60块左右，比较贵就100块。然后对面有个康士美，那个应该是药妆店哦。然后再看这个清源，那也是卖手摇的。隔壁是卖什么卷饼的，没吃过。现在是5点多啊，有些店可能都还没开门呢。看对面是一个水果摊哦，来这边看一下。这是卖什么？这是卖饮料，绿豆沙。啊，这是水果摊，价位是这样。这边小玉西瓜，它是卖什么？便当，没吃过，看一下多少钱。哇，也是到100左右了。便当店哦，内用没人。再看一下对面，那也是一堆饮料店。然后这边也是饮料店，尼克夏。然后这边就是全家哦。好，再走一下哦，看是卖什么，甘草芭乐，但是就是芭乐了，看一下，是什么？是米苔木啊，就类似那种比较粗的面条，然后它是做甜的哦，米苔木，看一下，1碗55。啊，只卖这个应该是卤味哦，焦糖风的，啊，卤味了，看一下哦，看这个水煎包，老菜水煎包，看一下价位，哇，一个大概16块左右，以前买大概12块而已啊，这个已经涨价涨过了，看一下哦。对吧？炸鸡啊，炸鸡，看一下价位，啊。对面也是排骨饭哦，排骨饭饮料店。看一下哦，现在快下雨了，再走一下。对啊，反正这个地方就是卖吃的，卖很多了。就是台湾人大部分都会在这。就会在这种地方买吃的，就是比较便宜啊，比较接地气的东西哦。这好像是锁店吧？锁店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小巷子，转进来看一下。巷子里面大概就是一些店吧，是吧？剪头发的。小林法郎，随便看看吧。他这里是卖什么？卖小吃的，螺饭，你是小吃店的，嗯。这里是小吃店的，鱿鱼羹呢，这些面啊、饭啊，这样卤肉饭哦。我们看一下对面哦，也是一家卖吃的，润饼啊，还是什么宠物店哦，然后再过来这个是还有银楼啊，咖喱饭哦，然后看一下臭臭锅啊，猪脚这样子哦。我看这又是一间饮料店，康拜，
是什么卖香的，香卖香的店，反正就还没开门呢。我今天来买这间哦，炒肉饭哦，便宜的，现在价位不错，大概就100块左右，来买一下哦。看一下，点了两个烤鸡排饭哦，总共190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到家了，看一下刚刚买的烤鸡排饭哦。看一下，哇，这就是烤鸡排饭，一个很大的鸡排，然后有配菜哦。这一份95块哦，我觉得还算可以的。这家有吃过，还不错吃，试试看。哦，对面那个老山猪脚之前有吃过，好像不太好吃啊，就太油了。而且价位也不高，好像是100多块哦，价位高，而且太油了，分量很少，吃不饱。哇，又开始下雨了，下雨喽。哦，看来这间是卖那个麻辣的，是吧？麻辣烫那种，好像吃过一次哦，看一下。吃过别家的，但是不是吃这里，叫什么云顶阿尔，看一下，我还觉得在那有，就是这个生活百货，琳琅满目，那卖些杂货嘛，看一下哦，就是珐琅了，看一下珐琅。还是有人的，对啊，这条路真的车流量还算蛮大的。哎呀，远处那就是101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因为今天下雨了，所以看起来雾雾的哦。这边就是这边隔条街，隔条那个中央东路过去，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信义区的百货那边哦。所以就是隔条街就差很多了。隔着那个中央东路，哇，这条叫做永吉路30巷，就是卖吃的卖很多的一条街哦。下大雨了，哎呀，下大雨了，其实最近真的是梅雨季啊，刚刚都在下雨，今天快点下大雨。哎呀。这家店也是很多那个外送员哦，熊猫外送会在这边取餐哦。